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セーパカク。哎，小智，你要顾这一台车。Sport。没有，下一集。下一集。预告。哦，现在要先做预告就对了。你的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你不知道啊？你有没有去看《鬼灭之刃》？没有哎、欸。为什么那么宅？你为什么没有看？我不用看啊。人是探自然对不？我是探假人。是探假人。对，所以今天干嘛雇车？雇车。Escort。哦，这个能见度很低哦。我很喜欢这台车啊。你说这台该有的都有。嘿，嘿，哦，谁乖啊？听无？哦，有啦，我在走了啦。先看看跑多少公里哦。哦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车当初有两个等级，579跟679，没有天窗，哦、这579的。差一个天窗就差这么多钱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差内行的问我就知道了。嗯，超喜欢这台车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喜欢这台车。这台是比较便宜的，它柴油皮内装，它本来应该是绒布椅，但是它有升级皮。然后第二点哈、哦，579的没有萤幕，这台也有升级萤幕。嗯，定速方向盘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嗯，没有快拨键，没有定速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小朋友都没有。啊，再来插天窗，再来插两个安全气囊，插两个安全气囊，六颗跟四颗，这个四颗，还有一个循迹防滑。啊，它没有，这台没有循迹防滑。哎，你看它转下去有就漏气，我马上转。啊，循迹防滑怎么看就看防滑灯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防滑灯，有 ABS 啊。有胎压，好多少？28,000。28,000。2018，我看，哎、欸，这赚到呢、欸！2018年10月出厂，11月底离开，差几天就两年了。今天差二级，26号发照的，所以两年了，差两天就两年整。哎、欸，这原厂还在保固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估中原厂还在保固内的车最爽。为什么？哎、啊，干那、啊、保固都对原厂就好了、啊。啊，你只要确定车子里程数没有动，保修记录齐全，然后这个车子没有事故过，爽赚差价，啊，其他都不用管，就给原厂去处理。对啊，爽赚差价没有啦，我们的习惯，我们回来还是要把耗材检查一下。啊，原厂保护是没有耗材的，对、啊，所以我们回来还是要处理一下耗材的部分。哦，你看写那么大 OBD 有没有？不怕找不到。啊，恒温空调也没有，但我觉得这种车超棒。对啊，它棒的点在哪里？我先看有没有撞，我先卖个。关探假人啊，鬼灭之刃。当时我妈看到说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最近迷就流行那鬼灭之刀哎、欸。八、嗯、年，两年整跑200，一年跑19000，哎、欸，其实也不少。差不多、啊，一年跑快20000。可是是这样啦，我坦白说啦，这个车哈、喔，当然我第一个我很爱它啦，那第二个是说，我觉得像这种已经接近新车的车啊，开始我就问你啦，它现在。28000啦，对啊，正常开我说一年15000以内，假设他两年嘛，一年开10000就好了，对，20000，那请问20000跟28000差在哪里？你如果回去买回去，你要开8年，没差吧？有你有差这8000吗？更没差吧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第二个，你回来你娶老婆，你回来可能要用10000次，哦，对不对？前面人家多用3次有差吗？有的很在意、啊，要洁癖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大数法则。对，对，就是当它在这个时候，事实上8000公里的多少，其实没有那么差那么多，除非它这个28000都是在一个很没有接，就是软超有没有？嗯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撞。哦，大灯都还原装的标签，然后它的原厂贴纸比较对，看一下。然后它的引擎盖贴纸，哦，螺丝都没有转，我都还在、啊。那叶子板贴纸在侧面，哦，在这。有的菜逼吧，看前面说，哎、欸。刚刚你前面叶子板都没贴纸呢，好，我跟你讲，马自达跟福特，对，有的闪现它是贴在这个上面。啊，跟大家分享哈、哦，它这上面的号码都是车身号码。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哦，在南投开修理厂的，他服务到一个他的顾客，刚去跟人家买一台某牌的二手车，然后就是说什么朋友欠他钱，然后抵债给他的这样，就一对起来啊，车身号码牌跟行照是一样的，然后他有都有贴贴纸。所有的贴纸跟车身号码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对，跟行道都也不一样。啊，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？拼装啊，这个叫借尸还魂。哦，借尸还魂，好吧，借尸还魂怎么借？他那台车等于是哈、哦、前车主那个车籍资料，车主撞烂，让他报废。外面有人专门在收这一种撞烂事故不修的车子，他可以跟你买很高的价钱。对，因为你报废撞烂的报废是不是10000？啊，假设他去跟你收说50000。哎呦，撞烂的车，大家来都叫我报废10000，哎、欸，看你们在跟我收50000、欸，卖啊卖啊卖啊！对啊，卖完之后啊，它主要是要你的资料跟你的车身号码牌、引擎号码牌，因为哦，10年内的车过户不用验车，好、哦，所以通常10年内的车才会有人高价收事故车，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我懂我懂。
所以他只那 他是拖走了一台烂掉的车跟你的车籍资料，他就先搬去搬过户，因为不用验车嘛。过完户之后，他把你烂掉那台车的车身号码、引擎号码割下来，割可以用割的铁啊，车身号码板就一块铁板切周围四周这样割下来啊，然后他就去收一台一样，不管是干来的还是怎么样，他就是去找到一台跟你的车一样的车壳。理想的状况是你撞坏是一台白色的车，他再去干来一台一样白色的车，就把它焊上去，把它偷来那台牌子切掉，引擎跟车身号码板切掉，然后把车籍资料那个烧焊上去，磨漂亮，喷漆修补，引擎号码烧漂亮，那台车就活过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可以订货的哦，好像还可以订，可以订啊，看他妈什么都还可以订，他妈现在还可以客制化的，对啊，富平达都可以送全家了，看什么不能订？哦，对，你说他叫外送茶，你就可以说指定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几 H 几 S 啊，可不带，可啊，可内可口。那个算客制化吗？对啊，是客制化啊，不算吧。然后我要订一台2014白色 Wish 哦，有没有？对，就能订掉了。然后就不知道哪一个受害者，车子被干走了，是这样出现。啊，但是哦，这个千万不能这样做，因为这个是这个触犯刑法公诉罪，所以你以后你如果不知道，你不知情，你去买到这台车，等到你这车主你开得很爽，就买很便宜啊，很爽买那台好车，有没有？就你开了10年去验车，妈马上报警来抓你，错是啊。好，因为通常你这种变造的车，只要验车一被发现，直接就是通报警察来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你不要以为他妈那个验车厂会装作没事把你验过，不会，直接就是通报警察来，真的啦。上个礼拜他妈那个树林监理站才一大堆警察送去，开罚单啦、啊、吼，抓这种的啦、啊。好看，车身号码讲那么远，对啊，而且哈、喔，真的也要每一个正常的每一个都要对啦，要不然像我刚刚讲那样，这样引一下就，没有啦，真的还是要对啦，如果真的有成交要对啦，谁要看你一部片在那边对后背啊，给我老花眼那边，哎，我你看人遥控在开后车厢，他在列车干部，没，大吧，大，很大，可以塞进去，我很常听到。好了，讲这句话，所以我你很长吗？对，我听得习惯。你只有听到很多人讲的，内裤这样脱下来，这样短弹出来那种感觉、嗯。你很久没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想跟你说。你还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难拐。好了，看完了，都没撞，都 OK。这台车虽然它配备比较不好了哈，那它当初579,000再加个选个皮椅选个影音，应该好歹要加个2-3万，好，所以大概600,000左右的新车价格。那当然它当时促销多便宜我不晓得，但是因为这个车现在已经停产，好，它被后面的什么美梦成真，好，那个干掉代替了嘛，还是佛心代替了啦，哦，代替美梦成真，啊，那什么歌？我忘记这是什么广告歌？哦。努力能让你美梦成真，哇！嗯、我有印象，但我忘记是什么广告了。观众朋友知道就不会忘了，忘了我以为你知道，我忘了，我只记得怎么唱而已。啊，对啊，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车？买到再讲好不好？啊，没买到讲吗？讲了没用，对不对？没啊，不一定也正的，无车好好。对啊。好了，这现在就可以稍微破一点点题。2018年原厂还有一年整的保护，那新车我们就算一样580,000就好了。好，我觉得现在合理的一个价格换价，我觉得应该是在打60%左右，大概340,000。如果打50%的话，会变成29,000。29,000，我觉得是买不到啦。哦，没有，这个东西是这样嘛？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喜欢它的原因，就是它够便宜。你去哪里找2年车可以打60%的啦？没有，当然前提是个人有60%愿意卖我们。对对对 对, 對。哦，当然我希望是打对折是最好，但是想抽残啊，太出残了，你知道吗？好、哦，那可能会因为车还是有一个行情啊。我相信每一个车行也好，还是你去找自售的卖家买车也好，你谁都想买便宜啊。嗯，对啊，刚刚你出去，他妈，你当初跟你朋友买那台红色 Focus， 你想不想买便宜？想啊。你是不是因为它便宜所以买的？对。还是你是白痴买太贵？不是便宜啦。啊，对啊，也是便宜嘛，哦，所以很多人就说啊，车商嘛买便宜。我跟你讲啦，不要讲车商啊，就他妈你是不是车商，你他妈你也是想买便宜。当然都想要買。对啊，看他谁说出生我就是他妈挑贵的买，这还是表那个美国回来的表哥。对，都有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有钱啊，不一样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再有钱也不是你的。哦。他再有钱，他还是要跟你买便宜。
那所以他才这样才会有钱啊，合理吧、啊、所以他有钱没钱都是想买便宜，所以跟有钱没钱一点差都没有、啊、对，因为人之常情，对，人之常情就是这样，那人性。那我先去以这个为出发点，我觉得哦，依照这个惯例，我觉得现在大家看我小四的影片来估车，好，我只要进去讲一下又出来又进去干，个人都知道在干嘛。上次他骂我总说，哎、欸，小四你不要骂了，又假装要去妈去聊天去大便去抽烟，然后回来妈再过，哎啊，好像不行，现在妈的已经都让客人都知道我们要怎么估车了，怎么办？上次有一个客人来说，小四我这台车卖给你哦，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这样说，那我卖给你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一个估车的影片？我说、啊、没问题呀、啊、那你什么时间有空我们来拍一下啊？我要出现吗？我说啊，你不是要拍估车的影片？他说我以为那都假的，哎、欸、什么假的，哎、欸欸、你还没买到，不要这样了，什么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估的就是真的。上次那个 Lexus 啊，哦，你说哦，很少那个啊，有人就问我啊，卖掉了，好不好？卖掉了，不要再问，卖掉了，卖掉了。那我们是估30几、36，后来有人就问我啊，说你要卖多少？我说卖40几。好，哎、欸，比如说啦，我忘记了啦，哦、我知道了，他说、啊、你不是才买36而已？我说干，我不用赚钱哦。他会说啊，你也赚太多了吧？干。容易啊，赚多赚少不是由你决定的，市场决定。而且我讲一句良心话，这台极品十年车跑30000多的 Lexus 我卖给你了，下一台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不知道，我提着灯笼要再去找一台跑30000的，容易吗？谈何容易，很难啊。所以我们卖的有时候是说，因为我们在这一行打滚的久，那我们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可以估到这样子的车，好，但是错过也不在了啊。某一天我忽然回想到，想起来我想要再把它买回来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没有。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贵不贵的问题啦，我们难得遇到一个极品的车子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赚到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价值。现在每一台车都这么无私的跟大家分享进价，我都卖怕的话，我都点点啊卖啊，点点啊卖对哦。哎呀，我都卖20，卖80万的呀，比如讲啊，卖3000，卖3万的嘞。都不要讲就好了，都不要讲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爽爽赚，对不对？其实哦，收价其实都是给消费者做参考。嗯，你有一个底嘛，啊，并不代表说全部，因为每一台车车况不一样。那第二个，每一个人的营运成本也都不一样，做的事也都不一样，为这台车付出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服务也都不一样，所以要赚多少钱，有时候每一件都不太一定，好不好？只是给大家参考。那我这次就是直接3秒就合体了啦，好，不要再出来又进去出来，哎、欸，我要进去这样，不要再演了，个人都知道你在干嘛，有看我们的影片都知道我们在干嘛，我要进去直接切他中路，干嘛？切完了，看到没有？僵尸烧肉，好不好？粉丝要定下，老板娘粉丝要定下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人只要心善良，嗯、老婆都举得正。哦，哎、欸，不要看我妈油腔滑调、油嘴滑舌的，好不好？我靠的不是这个哦。那你靠的是？哦哦，好，我知道。奥迪的。OK。好嘞，好嘞喏，进去哇，奥迪的。OK。处理了啦。切完了。上一集才教过你，有没有？客人聊两句就知道，阿莎莉干脆简单的直接切他中路，34万就出下去，3秒钟就解决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三秒，35万，要加10000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很快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过程简单轻松愉悦，前戏都没有，进去哎、欸、车估的不错，啊你为什么要卖？客人说这个用不到车了，因为疫情快结束，他可以回去了。哦，他说他先卖再说了啦。最后哈、哦，成交的价格就是35万。好，那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喜欢这台车。嗯，刚好之前有被泡得很凶那个天草的影片嘛。嗯，那我用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喜欢这台车。首先这台车哈、哦，安全性底盘自然不在话下了吧？那再来后车厢，刚刚大家也看过大小了，够大哦。你看这，我再按那个。Like a virgin， 有没有？我喜欢这种。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头部空间，脚部空间，有啊，够有脚卡。哇，哦，空间也蛮大的，而且它的那个空间哦，舒适度不是只有前后，它的左右的左右也很宽，也很宽。哦，它不是那种妈的瘦瘦长长的。在最重要一个重点，便宜，这个车才是国产车应该有的价格。就算是顶级的六安循迹防滑天窗电视影音 ISOFIX 定速全部都上。也是卖你679，嗯，68万，便宜不便宜？跟现在最新的车差一个什么？
跟车嘛，好，我问你 ACC 加盲点有需要差到200,000吗？我是觉得不用了，有需要差到150,000-180,000吗？现在的妈 ACC 的车随便动辄80,000-90,000，国产车，对吧？他们会说啊，马力不一样啊，马力兄弟，对吧？那个啊，哥妈，为了要好像开很快，然后叫得跟牛一样，有什么用？你跟我讲。而且我常常在讲了，在台北县市开车120最高限速了，啊对啊，你120以内开得动就好了，你是要多快啦？啊，爬山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有哪台车爬不上山的？我以前开马蒂斯800cc 手排，阳明山都爬上去了，有什么差？快跟慢而已嘛，你是要很快的上山还是很慢的上山？对，就这样，差别就是因为以前我跟你讲，以前老车有真的会爬不上山，所以以前它什么 L 档，以前真的老车是太斜是真的爬不上，会打滑没力啊，空转原地都可以撸到，都可以撸。现在车妈近10年来，我已经没有听过哪一台车上不了高速公路，马力我干嘛还好。然后重点来了，1.5没有涡轮。自然进气变速箱，它的变速箱是跟那个最一般的自盘，它不是什么双离合器什么哦。就像说这个时代，这个价钱，你买到三代的 Focus 都是双离合器，那就有那个 TCM 模组的问题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开起来隔音什么都非常的棒，我觉得这是一台 CP 值很高的车子，所以我特喜欢、特爱，我特爱这台车。可是它停产了，可惜。停产可惜。不会啦，可是因为它现在的 Focus 产线重叠。啊，价钱差不多，就把它归都买 Focus 就好了。哦，没有 Focus 比较贵。对啊，可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钱买新车。可是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车什么，买二手车就好了，因为大多数人不懂它的美。这个就是这样，我常常在讲，这冷门中的热门。璞玉有时候哦，有些女的不是因为它不够正，是因为你没有发现它的美。你交给了这个不识货的妈妈桑，为什么是妈妈桑？我说女孩子啊，那你遇到识货的妈妈桑，哎，知道你的这个优点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她就会把你推出去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妹妹很紧啊，不是，口风很紧啊，哦，技术很好啊，啊，倒酒的技术很好，倒酒。好，比如说嘛，对不对？他要把你推出去嘛。好，不要再物化女性。好了好了，反正就是，我觉得啊，这个车是 CP 值很高的车子啊。我们回来卖，加个一层两层，了不起40万左右的售价。你买到一台原厂在保护当中的车，回去开个5年8年，讲难听一点，你还能折多少？再折个20万的话，不修车为原则，没有变速箱的问题，没有涡轮的问题，没有差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会折太多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是很棒的车啊。啊，不然这样啊，既然都成交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个人他们也载走了，我们出去开一圈走。大海给供哎，真的很大。我们两个巨汉的巨巨，加加巨巨，哎，你看很素质，有没有车载设置、关屏，有没有？手机互联，有没有壁纸？视频有没有？酷我哎，你怎么搞的？视频在这，视频倒车影像，酷不？跟你讲 ，CP 值这样高，很安静，我很喜欢这台车啦，这台车顺的又好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车哦，你如果真的是小家庭买这个车，而且你如果像我一样哦，不喜欢被电脑化干涉太多，你看，妈干干净净，什么按钮都没有，我只要这就好了啊。恒温我也不需要，我调好温度算了，我就不会再动它了。其实电动椅我也觉得不需要，因为我觉得椅子我调好都我在开了。啊，讲难听一点啊，好再换个人开，干调个椅子，你是妈能调到妈一辈子就对了，调到妈春天都来了，有的要调10分钟啊。对啊，那我可怜，所以我觉得电动椅这种东西对我来讲也不需要。好啊，当然我们常讲啊，那反映在你卖我的售价嘛，你要卖我那么贵，我就觉得你没给我七八，你要小气。而且哦，你看它这个过弯以后再起步，好，它是不是引擎有声音？因为它毕竟要1500，可是它的隔音，我们就明显听得到引擎在外面。哦，对。它不是在隔音很差，然后已经在你前面。动车安全性又好，快看，直接有没有便宜到底，连方向盘都松开。没啊，整只都塑胶的。其实它有一个这个，刚才给你一个铁块，你就高潮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干净、简单，配备少都没有关系、没有电子配备都没有，你要卖有便宜。我觉得其实车厂要有这个选项，台湾就是为了要降低成本嘛，因为它批量做，要不然其实你像国外那种有没有出来一律就是阳春版，或者是你在订单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你要什么，我要跟车，那我方向盘我要赛车的，我要有变形虫的，对不对？我要真皮的排量头，我要什么你就勾，钱再加上去就好了嘛。那你给我一个最便宜的选项，我什么都不要啊，干你卖50万就好了、啊。哎，以前还有那种我那个年代是还有30-40万的车的时候，曾几何时，现在。哪里不要说30-40万，50万以内的车有没有？对啊，最国产的都没有啊。HID 什么 LED 我都不用啊，都给我卤素了就好了啊。
我就是要用最便宜的钱买到一台可以开的车就好了，统称为战车。战车，哎、欸，多好看！吹一下加速，看这加速，其实看这变速箱超棒的，其实很有力道，还会贴背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、哦、我觉得有时候评断一台车是要看它的价钱。这个车如果啦哈，假设当初五十几万，我觉得很棒。啊，现在如果剩三四十万，我觉得我更棒。对啊，我用四十万的价钱来看，看这车棒，对不？小鬼懂话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啊，不要什么没有什么，都不会坏，都不用修，有没有？多棒！到不用修的地步吗？看它没有电动椅，你要修什么？它、没有恒温，你要修什么？它方向盘都没有按钮，你也不用怕按钮不灵。变速箱也是最单纯的。哦，这个变速箱是真的，我觉得这颗变速箱是很棒。你像那个 B N W， 我那218，欸、改成那个双离合器，烂，真的烂，整个 B 链的质感就消失殆尽。很多人就想说，干，我好像很爱我的 B 链、欸，你们都搞错了，真的。我们就是也是一样买回来测试而已啊。也是觉得很烂。B&W 就是他前一代的那个八速手自排那个变速箱最棒、最稳定、最好开，就像现在这个六速手自排，问题少，开起来什么顺畅，不会什么顿挫感。而且他这个手自排切到 S， 哦，他这个还可以用这个旁边这个小按钮，我觉得这是有点点好了。这我觉得这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拨片也没有，你至少让我排过来，让他推也好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延伸之前的。他之前那些 Focus 啊 PS 啊懒得换排档杆，对啊、就是、都用同一个排档杆。他虚位你看哪有虚位，我想转一点点、哦、他没有虚位，妈车一直抖，你看车一直抖，我怕妈的什么抖一点点就抖了，你看跳蛋狗了，有没有？底盘隔音也好，风切声也没有，看这车这么赞。我跟你讲，看到我收这个价钱，有一样车开来卖吗？真的，只要你车况好，里程正常，都收，真的都收。我超爱这个车，无奈市面上这个车，坦白说，我真的要出去找，还真的没有这么好找。Focus 一大堆啦，我说实在，我喜欢卖 Esco 胜过 Focus， 因为现在 Focus 四代被炒得太贵、MK 四跟 MK 3.5都被炒得太贵。好，没，我们现在讲 MK 3.5啦，好，3.5代那个 1.5T 的有涡轮嘛，比较贵，当初新车78万，比较阳春的，没有天窗的那种。现在你2018你在市面上买哦，要卖到60万，将近60万，快55万。到60万之间没有啦，那个就是怎样市场炒作啦，就代表说它这个产品力强。那即使二手的，大家也都年轻人也很爱买，因为对年轻人来讲，你真的叫他去花80万，跟叫他去花50几万，是贷款上面是有落差。他去贷80，他可能贷不下来；但是他贷50，可能贷得下来。哦，一个月3-4万，要叫他贷个80万，真的没那么容易、哦，可能叫你要妈保人啊，哦，什么1000再签啊，亲属保啊，哦，爸爸妈妈都来签啊，哦，啊，哥哥姐姐一起签保人，大家妈全家保一台车这样。哦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哦，人家有些人会讲说啊，怎么那个喜美八代啊，哦，我举例嘛，怎么还要卖20几万？我跟你讲，其实那个就是市场反应，就是78万的新车他买不起，他带不出来，但20几万他带得出来。然后年轻人又爱，所以他就只好买。那大家都在买这个二十几万的时候，他就价钱就卡，就会卡车掉不下来。所以哈、哦，我觉得很怀念这种车，这种车就很像以前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嘉年华的，出来什么配备也都没有，卖你超便宜，三十几万这样啊。当然我知道现在通膨嘛，好，通膨给你翻倍好不好？60，对啊，所以差不多就是、差不多。可是哎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是比以前嘉年华好太多了，引擎科技、变速箱科技，装个显影，哎、欸，倒车方便，不会看到导航可以用，啊、手机可以互联，哎、欸，互联，观众朋友如果有这个车想卖呢，哎、欸，你不要明年才看到这个影片，然后还要卖我这个钱，我是不要。哎、欸，以前那个 IS 刚拍的时候啊，好像过了半年吧，先来啊，还有说，哎、欸、啊，你那时候影片不是还给他估12万？去看一下那影片发布的日期，干车都不会掉哦！啊，你3年后他妈的，5年后、8年后，小四都老了，你来了吗？哎、欸，小四哥，啊，你不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说那个 IS 12万、啊，你都说12万，干的我牙齿都没了，他妈讲我，拍的我没有坐车了，对，妈都老年痴呆了，你还要卖我12万？爱死。20年前那一台到现在还没卖出去，现在就是放话，就大家有这个车过来卖。对，啊、不要拖太久，明年后年还要卖我这个钱，我是不要了，我是
是先讲哦。哦，好啦，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的一台车哦，不管在，我觉得是 CP 值啦，东西讲 CP 值啦哈、哦，一个价钱它符合它应该有的一个东西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有什么意见、想法也可以在下面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嗯，啊，那个虽然哦，我不常回讯，但我都会看，那我会尽量在往后的影片就拍出来，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。好，那。记得订阅哦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远传电信那个叫你要打中古车达人小事也没打，我跟他讲了，我有跟阿呆讲的哦，因为不够昂，你要备注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阿呆讲了呀，对不对？要写中古车达人小事，等下才知道哦，原来是正式卖中古车。中古车，他妈拍个远传广告，想要叫这里他卖他老一下，对不对？人家不认识我们。